以物易物，对，以物换物的一个意思。因为之前加拿大有一个人，然后他用一个红色的小回纹针，换到了快160万台币的房子。好，但这胡闹的方式呢，一定要邀请最胡闹的来宾。让我们欢迎胡闹一番。耶！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故事是不是在卡荷兰啊？困难度有点高。好，现在要怎么玩呢？来来来，我们大家先一人抽一个，今天要换的东西。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起点很重要，起点。啊，这是西门町的，哪有人要这个？我觉得我机会蛮大的。收到的是这个棒球，什么东西？还有一个笔，没有签名，我等下请大家签名，然后再拿。这个比较好哎，对不对？找你的粉丝，开玩笑。 这个签名球是我本人的签名，不是你干嘛呀？他的罗爷谁要你的签名呢？哎，于百鹏于晏哎，对，这是我本人的签名。哎，于我本身以前是篮球校队，你跟棒球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玩蛮烂的，超烂的。哎，我这很实用哦，这很强，技工逼哦。是什么？哎。 对身体有帮助，然后是按摩头皮的一个按摩哪一个头啊？这个不方便说，应该是人的头吧？好不好？这个应该可以吧？这个应该价值蛮贵的哦，至少比这棒球好了。OK OK， 下班以后冲就坏掉了，我的棒球比较值钱。娱乐100%最有一个工作人员的签名。谁呀？没有人知道呢。彭于晏。哎哎哎哎，你说。 帮球还有一支签名笔啊，可以的签名球过程不负众望，让凯凯一举拔得头筹。这不就要往来？不然他们找人。好，他们找人。找路人。哎，哎，他们找一下，找一下。你们是什么学校的？关东。哎，关东国中同学们。你们好，哎，就是我们现在是要以物易物，看你们可以跟我们交换东西。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全部拿出来。哎，他们就把皮包拿出来了，不是，谁要换？谁要换？谁要换？这边都可以。前辈，随便。好，帽子，确定吗？对。哦，这是这一局的帽子。哎呦，你的帽子被球。主任的帽子哦。确定。来，我猜你哦。确定吗？对对。确定哦。那你确定这个东西？
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，我的眼泪流不停。最后悔，最后悔。选择一，三，二，一，选择。有这么困难吗？你要这么明显？你是不是喜欢吃葱 ？Be a man。你是不是生吃葱过？没有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先选。啊！难抉择。扇子啊，扇子啊，那个决定了，好，就这个。秉持着一物一物的宗旨，我们只能忍痛把帽子带走啦。但是马蜂和胡闹一行人也加码送出合照和签名，草扇来抚慰小老弟受伤的心灵。而胡闹一番像着了魔似的连闯三关，搞得马蜂兄弟快起内讧啦。你们策略一直很奇怪。对啊，你应该真的应该结合。他原子不拿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用。等一下你就拿出来，然后直接在他头上直接一弄。哦，跟你讲，他舒服立马要跟你换。趴下，拜托你了。
哎，这下感觉，这一家感觉不错哦。从上到下都有，可以交换东西吗？我们有东西可以交换，你会拿不一样东西吗？抱我的，抱我的，抱我的，抱这很角色，哎呀，哎呀，而且我觉得这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，太 XL 了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很大件哎。马凤兄弟的眼神似乎有着什么新的对策。舒服，有没有舒服的感觉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鸡皮疙瘩，鸡皮疙瘩代表什么？有舒服。秦简生，秦姐，刚刚你鸡皮疙瘩一定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吗？是吗？是不是？鸡皮疙瘩掉满地，要用小包包来装啊！我说凯凯呀，这完美的 ending 就坏在你这个笑话了。我已经放弃了，不要放弃。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女生，哎，他们的多性都是男生的。是一般代表，有个女生，你看两个女生，要不要问一下？给我们再玩一个游戏，叫礼物义务，换换礼物。没有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我们。我会买礼物呢。你们是哪里人？香港。香港的朋友。哎呦，来的朋友啊，来的朋友啊。请问那个多少钱？你不要这么生意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种问题呢？没礼貌，没礼貌。那你的多少钱？不要选这个，不要选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他们笑了，要不要帮你按一下？你刚才中意穿这个也很舒服。穿这个。目前战况报道，庄家连五拉五十一台啊，不是，胡闹一番连五胜的情况下，丰田不得已竟然以青葱求婚，成功将青葱脱手，而马少依然置身滑铁卢之中，始终逃脱不出按摩爪的阴影。老板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玩一个游戏，叫以物易物，交换物品了。是，那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换吗？你可以好好想一下，这里的东西应该都不错啦。嗯，你觉得？这个可以吗？好。这是你昨天没有吃完的早餐，今天没有吃完的。今天不是罐头吃的吗？哎，罐头，鱼罐头，哎，对，三、二、一，哎，好，我要这个。恭喜马夏成功将按摩器脱手，但这尾鱼吐司确定有比较好吗？主任的店呢？要不要去？好像是只有他可以救我们。应该是救你吧，只有救你，救你，别进去了。我每个人都有一些物品，然后给你换。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？那我们全部的东西都可以，你觉得最好是不错的东西，最好不错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不行啊，这不行。这个如何 ？Stage 很大，可以，哎呦，你一定是什么都可以的，来吗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耶，我们两个，哇，你在讲什么？等下你说，这个尾鱼罐头，那我选这个，这个是，你真大赢，对，理由为什么？我看就别再问为什么了，史上最霹雳无敌超级尴尬的惩罚来了。马夏接受惩罚，他的惩罚就是撞到东西或是人，然后摔倒。我现在看他这边很手足无措的样子。因为基本上他就这样。哎，有人扶他哎，这会很温暖哎。撑过了，但我觉得你转得太，演得太烂。他是因为你可怜，今天都是以悲情牌，是这样吗？我刚撞的不好吗？我觉得我跌了。丰田来评个分。你刚刚到底是撞到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着你的演技，我觉得很尴尬。换丰田一次。OK， 现在呢，丰田已经就定位置，来一个就是全台湾最尬的处罚。他很这个太甜了，快点救我！好惨啊你！没什么。
真的就没有人理而已。我以为台湾人是温暖的，哪有坚持不住我？不是，他们还是很，就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们突然跌倒，而且你这么人高马大，然后这么用力的跌倒，对，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跌倒，应该还有人在拍照，对，尴不尴尬？超尴尬。最后宣传一下，好，要宣传一下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我们最近发行了两首歌，一首叫《娜娜娜》，还有一首慢歌叫做《再见了以后》。嗯，是。那之后有什么活动吗？就可以锁定我们的粉专，没错，还有 YouTube， 还有 IG 都可以找到我们。谢谢吴老一班，谢谢。